格力，我们的事情不是都已经谈好了吗？十年了，自然就应该要往结婚的道路上走，不是吗？大家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们在墓园讨论婚事，是不是也挺有趣的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想断送你的下辈子。当初你说的那一句话，我还记得。你跟我爸爸说，你对我是真心的，我相信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uncan， 请订阅东升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高塔公主哦。